第一次来草南录制，有没有什么录制心愿？好好的跟哥哥姐妹一起玩一次撕名牌吧，这是我的一个小心愿。对，还有就是跟哥哥姐姐们能够相处的越来越融洽吧，因为很多都是第一次合作。刚刚说撕名牌，那有没有想最想撕什么？因为之前是跟周深哥比较熟，我觉得想跟他试试看嘛。这次录制就是在昆明，就是有没有昆明特别想做的事情或者想吃的？我就是想吃吃昆明的特产呀、啥的，然后还想看看昆明有没有什么著名的景点，然后有空的话想去看看。可以，和 PD 说一下。聊 PD 啊，合作愉快吧。既然你选择了我，我就不会让你失望。